就是黔北重镇。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解放了这座城市。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遵义会议就在遵义城琵琶桥召开。会上，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积极发言，支持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秦邦宪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逼近，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3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人抢先红军占领赤水城，为避免被动，红军决定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除少数部队阻击敌人以外，主力分3路从猿猴场、古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川敌立即以8个旅分路向我追截，以4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敌也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敌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急进，企图截击我军。红军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进逼，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各军团改变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战略，西渡赤水河，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原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政委于洪泽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率几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川南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在当地坚持斗争。我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1路军，在湘西围剿红军第2、第6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敌军组成第2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黔敌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部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
前军王家烈部五个师为第四纵队，与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围剿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此时，蒋介石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围堵红军北进，对红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兵力空虚时，红军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找机会再打击尾追的薛岳兵团。为了迅速脱离川滇两敌的侧击，红军决定迅速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中央红军分3个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经过盘山、摩尼、回龙场，于18日同至21日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向黔北的同滋地区接近，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同滋增援。第1纵队第59、第93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剿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红军趁大部分敌人还未到达之前，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以南地区，争取主动。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团攻占同滋，迫使同滋之敌退守娄山关。红五军、红九军团在同滋西北地区阻滞川敌，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以南的黔敌，乘胜夺取了遵义。当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26日，红军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的多次反扑之后，以一部分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一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迂回，击溃了进攻娄山关的敌人，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的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27日，红一、红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粉碎前敌3个团的阻击。28日早晨占领遵义，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59师和第93师开进中庆铺地区，红军决定集中主力部队将敌人歼灭于遵义以南地区。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地区向中庆铺猛烈进攻，直插敌人第1纵队指挥所。此时，滞留在老鸭山地区的第59师被迫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也参加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了老鸭山制高点，歼灭了第59师大部。遵义之战，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同滋、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善战。这次胜利鼓舞了全军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敌人，
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使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三月初，敌人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由于红军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1935年3月10日，红军在狗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时，毛泽东认识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多人集体讨论。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意见。1934年10月，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期间，他们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王稼祥1930年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不久就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这时，王稼祥开始与毛泽东接触，在工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毛泽东。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1931年初担任了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党内的地位高，影响大。毛泽东用了很大的耐心说服和争取他，使他的思想与自己越来越接近。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重要领导人之一，党内是政治局常委，军内是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三人团。经过深思熟虑，红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人为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人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路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趁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1935年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一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龙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入遵义、赣西、马宗岭地区。红九军团由马宗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下，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西至白蜡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入乌江北岸沙土、安迪等地。31日，经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西峰，主力进入狗场、扎左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周围地区
只有第九十九师四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地区击溃前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了乌江以北。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来到金沙江边。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峡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红军战士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红门渡口，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靠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担任后卫的九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的部分精力。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2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抒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海。